我们这次一共来了10个朋友。你们这边真的好远哦，我刚才以为我被鬼打墙。我突然感觉后面有一股风在吹我，我在想会不会很巧。然后那个灯就照照照照照，我也没有看到上去就。Hello， 各位观众好，我是小玉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。我们现在人呢，在这个小木屋。我们这次一共来了10个朋友，平均2个人到4个人一间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餐厅真的非常的贵，而且又难去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这些留学生都会具备一点点厨艺的技巧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厨艺竞赛。那我这边大概讲一下规则，我们10个人2人分一组，总共要准备8到10道菜。对，分完之后呢，我要来抽金额，分别是100元、80元、50元、40元。还有10元美金，10元可以干嘛？10元能煮2道吗？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秘密的规则，当我们大家抽到我们的金额卡买完之后呢，上交食材，我们重新抽食材。但是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去问原本这100块你要做什么。我们就来看我们这群留学生里面到底谁是最强的厨师，好不好？反正不是我。你看我长成这样就知道了。那这个比赛有赏有罚，最后呢，一个人我们会有2票，投你自己那一组，那一票等于1分；但你投别组的话，那票等于3分。那最后我们再把票数平分下来，看哪一组得到最高分，那一组就是冠军。冠军呢，他们就不需要付钱，点晚餐就是免费。那最输的那一个呢，就负责所有东西都收干净。OK， 那我们期待今天的比赛 ，Let's go！ 咻。速度有激情就。OK， 我们终于集合好了。我一个一个介绍，我们的星星，我们的 Team， 我们的 Mike， 我们的法师爷，我们的 Ray 正平、秀玉、Harvey， 还有 Rex， 两个一组，自己选好你自己的队友啊。那我就是跟秀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抽金额。好，那我们就派出自己队的主厨来抽我们的金额。我先从一号宣布，看抽一号，一号是100刀，8号80刀。3号是50刀，4号是40刀，可以。那我们最后宣布，我们5号10刀。那我们要出发去我们的超市购买，就直接一个蛋料理。如果用10块钱做出2道菜，这里很多农庄啊，去偷牛牛，直接宰啊，可以啊。酱料跟所有的器材都是共用的，可以互相借，就只有食材不行，只要可以塞进嘴巴都是可以过的。好，出发了，各位。我现在有点怕，虽然我抽到100，但是我等一下如果抽到我自己就惨了。没事啦，反正如果是低价钱的，我猜他们应该都会买一些蔬菜那种比较好弄的东西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10块，落叶啊，树枝啊，石头啊。讨论一下80块有什么想法？80块稳赢了，不用看什么，机会卡在命运，可以让你10块钱翻身。有没有想要菜名？2道菜，蟑螂跟菲力。哎呦，牛肉，你再回来带一只走。紫人组的，不用这样吧，你拿那个蓝的。10块组不能退退车。正平出发啦，正平你们80块组，我现在决定怎么样？不知道做什么，想一下好吧。这样蛮好的，是。现在都多少？8块，我有2块，我要去买蛋。那你别买培根了。昨天的猪肉哦。我们10块钱可以优先用家里剩的食材吧。小吴问题很大，怎么样？小吴要做法式红烧肉，找不到5花肉啊。那没办法，你也改一下啦。你们40块组想到了，我们直接弄一只鸡。这一只鸡多少？1磅哦，1块，超便宜。可以放一点辣椒吗？不用辣椒了，到时候人家干就好了。辣椒吗？有啊，三小啦。我要省钱。100的你在省三小。对，我们那两个很贵。然后那是虾，他不吃海鲜的，没有没有，真的，他就不会投给你而已，随便你啊，自己决定的。我还有别的菜，他还是不会投给你，我们都已经内定了。我们就搞那种看起来很精致，但其实吃起来不怎么样。哎，你这拍照喜欢？反正我们内定，没有差。你这10元的没有钱出一张嘴，10元嘴。放点，放点，反正帮我们结，我们就90啊，直接组队。我们这组已经好了，蛋啊，一起用。星星，你们现在打算怎么搞？我们还在想，我连做什么都不知道。去问一下主厨好了。哦，你才是主厨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种事情叫你副厨来做就好。副厨怎么样？我在找酱油。你要做什么？我看看要不要做卤肉饭。卤肉饭不是要弄个7749天吗？简单就好。大家现在很积极在买东西，但他们不知道到时候要换食材。认真的美国小伙伴们。
们100元煮的，我现在讲买了什么东西。花椰菜、番茄、白酒，一定要煮意大利面，一包虾跟一个干贝，还有一盘鸡肉。买了一个鸡，一个猪，还有彩椒跟蘑菇，我们要做小鸡炖蘑菇，还有彩椒猪肉。小物组带来了《无忧传》最爱的猪肉，还有白菜，对吧？煮我们法式红烧肉。我们买了五花肉和洋葱、土豆。那你的菜单卤肉饭的好多都是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下一组压轴了。十元酱，我们的菜名就四个字，叫伦敦导弹。好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彼此的食材，对不对？下一个主厨要抽食材。怎么怪起来了？三呢？一的。好，拿一的，拿二的。OK， 那就地解散 ，Goodbye。最后一组可以拿昨天烤肉剩的，是节目效果、啊，没有就真的、啊，不是还是自己煮自己的吗？没有，就是煮你抽到的那个人买的东西。他想要做卤肉饭了，我要给他做成法式红烧肉，哎，可以，你是超烦，还好，你是烦到不行，不至于不至于。你要来的时候跟我说，到时候要睡一觉，太简单了。Tim， 这个给你吧，我用不到了，我已经想好心中的料理了，我这样就可以赢你，不可能，菜鸡手下败将，闭嘴，我才是特级厨师哦。开始有趣起来了，盛平，特级厨师位置不能让，尤其让给听这种废。你们原本最穷的一组吗？突然变最有钱，干嘛？有钱到不知道煮什么。我们看圣皮在干嘛？你在跟食神沟通是不是？他有力量，给我力量。吃啥鬼味？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弄。如果是海鲜的话，那对我来说很简单。干，我是打自己的脚。难哦，鸡肉还可以，但是猪肉我用的不太好。等一下上网排问一下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房间。这房间呢，就是有个床，然后还有一个厨房。然后等一下我们大家小伙伴们，大家都会使用这边现有的材料，还有一些工具，然后一些刀具。这个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搞。你因为你不吃葱。然后是姜。再见。然后这芦笋呢，我从来没有煮过，重点是没有削土豆刀，买这给我干嘛？我先处理鸡肉，因为等一下要炖鸡嘛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天，我来了。你好啊，欢迎光临。主厨就是这样躺着，太神啦，主厨。副厨在洗碗。哎，干，你们这边真的好远哦，我刚才以为我被鬼打墙。他们做的怎么样？你是第一组哦，先过来啊。所以你要煮什么？我食材不见了，我食材在冰箱。找到找不到。我们就是很简单，先把这个纤维先把它破坏一下，让它好咬，然后再把它放进蒸蛋里面，煎个蛋，弄个肉末就结束。其实谁的菜给我都无所谓，他给我这个好爽，又简单又快，又不会有油烟味。我就先移动到下一区了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汇报一下他们的进度，我再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开始做。好 ，OK OK。他走一个超长的路，超恐怖。前往下一间。怎么样？先看一下他的大猪排，好吧，吃一下。油亮油亮。猪排有点东西哦，多一多只猪排，对不对？表演是炸，表演是炸猪排。果粉均匀，三蛋液。姐，给他进去一下。直接 all in 哇。帮我告诉其他组，你们输定了。Piece of cake， 圣皮一出手，全部都干掉。你到底要煮什么？我们要煮白菜卤跟猪肉丝炒彩椒。把土豆整个削没了。等下没见过迪拜刀法、啊，没见过吗？那个，走。见过了，见过。我现在终于见识到。绕了一圈又回到温暖的家里了。你怎么不跟我讲话？我以为你他妈被附身。听不到。还蛮香的哦，有你的味道。看好呗。这就是妈妈的味道。哎，我刚才看了，大家都弄得不错。哈比的都是那种奇异料理。他刚才搞了一个多利多汁炸猪排，他外面裹多利多汁，超干好吃的。你吃了？我吃了。等一下再帮我偷拿一块。对，我看看你的鸡肉在哪。所以你现在是小鸡炖蘑菇，你真的给它炖出来了。然后还有你的芦笋炒肉丝，听起来有点牛逼。但都是我连吃都没吃过的菜。那你现在预计还要多久？最后一个菜炒完就好了。我给你讲一件事，你看这个。把车子底盘一块刮下来，然后不然撞到一个小石头。哎，走开啦！对不起。你不用对不起啊，就付钱就好了。那你不会？付钱就能解决。不会吧？我再去多看他几眼。对，我觉得你拍片到有时候就是做很多事都太急，那你会造成很多损失。最后一道终于出炉喽，耶！好香哦，超好吃，全部都烂掉了。最后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道，这道看起来虽然不起眼，但是真的是超级好吃。这真的是你妹菜，你要准备走了。这是你的，哎，怎么跟我一样啊？撞菜了啦！这就是比较的时候，哦、对，真的哎。那你刚刚吃，我觉得怎样？你还蛮不错的啊、哦。可是这边的煮法跟你不一样哎。哎，怎样？比如想说，我刚刚比较 Coco 的肉丝跟我们肉丝哪个比较牛？哎，我觉得我的小鸡肉蘑菇比较好吃。我们腌的很多哎。哎，你不要一生气直接回永和。
直接赢。这是我们肉丝汤。哎，完蛋了，这就会输哎。互相分享一下你们彼此是怎么炖的？我先盐加面粉，然后酱油。你肉怎么打？这就是差距，再请一个黑人打，这就是差距呀！上菜了，不管他，等他们来，等他们来，等他们来，你要再炖一下。哎，是啊，哇，帅哥三秒，完蛋了，面有难色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哎，圣皮来吃一下，这原本是你的菜，告诉我你是炖不炖得出来这种东西。嗯，有点烂哦，你觉得怎样？它有入味，但是它把肉炖烂，水分跟口感都消失。太，是你的吗？刚刚我不是在寻每一个房间的状况，第一间要去 Pin 那边，超级远，远到一个最靠北，我到你这边的距离大概五倍，最深。这园区有那么远？最里面那边，我那时候就是从秀那边过来，我要先这样绕出来你们这边，然后再过去，等于我走六倍那个路段，在那个路段上开了大概两三段之后，我就哎奇怪怎么那么久？那时候呢，我就突然被我自己前面的风吓一跳，风吹过来，哦，气吹，哦没问题，然后我就开，我突然感觉后面有一股风在吹我，我在想。后面没有冷气，我操！我后来进了 Tin 的房间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跟 Tin 讲？我刚才以为我被鬼打墙，你知道吗？我跟 Tin 讲的话，如果真的有这个东西，他就知道了。然后他就在想，好不讲。那时候我就一路回来的路上，我把全部车里面的灯都打开，我怕的不行啊。然后开，要进去法式的那一间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转角它很暗，它那边有个石头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房间是没有那个石头啊。对，我就直接转进去，然后那个灯就照，我也没有看到石头，那就上去就，然后从那之后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，因为我都是担心的感觉。怎么办？你要怕我？我就想说，干我要怎么跟 Coco 说？我管你去死啊！你吹吧，你尽量吹。我们第一组是100元的，我们这个海鲜白酒意大利面。你刚才不是说白酒蛤蜊面没有加白酒，因为白酒被喝完了，白酒被我们吓掉了，我们就想说早点把它做完，放在这里白酒一点。多利多汁炸鸡排，哎，这个超好吃的。下一个秀姐，我煮的是芦笋肉丝，然后还有一个小鸡炖蘑，小菇，蘑小菇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哦，这是我自己想吃。对，你搞不好最后赢的是这个。薯饼，我们做的是肉丝彩椒，鼓掌，鼓掌，来了，最猛的，最猛的，这是白菜卤，鼓掌，白菜卤，哦，我有白菜卤，有模有样，哎，很像那南部小吃店，有没有？我刚说替部落的幸福过，你看特级厨师，今天本来要做卤肉饭，后来调料不够硬，做成了法式红烧肉，要多法，告诉大家，吃完直接上头，哇。你是什么？猪肉随便炒一炒。嗯，挺有特色，谢谢。OK， 好，下一个主厨。这个是给小玉 Coco 特制的，没有牛肉的清炒芦笋。So sweet。这是肉末炒竹笋。芦笋。主要是还需要口译的。这个也是特制蒸蛋，没有牛肉，然后剩下两个是有牛肉，一个是有牛肉末的，还有一个是有牛肉块的。哎呦哇，我这一分可能要给你们了。我这真的有贿赂嫌疑。我们现在直接开吃吧，好不好？欸、好好吃哦，完蛋！哎、欸，秀，我没有一票会给你。我哪个？等一下，让我喝点粥。我再吃一个，再看能不能加点分。嗯，是怎样？小鸡炖蘑菇怎么炖成这个屌样子？太上头了。我都差不多，但是我这个有借口，我这个是凉掉了，那个猪油已经凝在一起，要给它化开了。我发现这个蒸蛋有很大的疑点，怎么说？蒸蛋里面吃到水煮蛋，这样扣分哦，给大家参考一下啊。我们有一说一，这蛋很嫩，很嫩，好吃，好吃。今天有分数哦，当然要给自己一票。可我不想收了，对。感觉我们蛮有机会收的。那是你收了，因为你都没做事。好，那我给你一票。我第一票给圣皮啊，他那个白菜卤太好吃。第二票给 Timmy 的那个竹笋炒肉末，他竟然把芦笋这种食材用成这么好吃，我觉得不容易啊。先给那个 Harvey 的这个多乐多汁炸鸡排，这个特别有特色。然后再给个煎蛋 ，Tim 的蛋料理。对，那你自己的怎么办？我自己的没办法了，一开始是可以的，现在吃不了了。煮太快，在错误的时间出来了。好，换我们麦克。如果是我会先投给周思妍这一票，那时候热吃的时候，那我觉得有点台湾的味道。第二道我会投给这个芦笋，觉得芦笋还不错。哎，你要哪个？刚麦克包都讲掉了。我一票投给芦笋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有很好吃。还有一票，我想好了，我给圣平。白菜卤，因为从头吃到尾，不敢吃蘑菇，可是我都吃了。哇，圣平，要不要把徽章秀出来了？特级厨师。好，那你自己投哪个？我投鸡排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到多利多汁炸鸡排，口感特别。下一道我想给这个意大利面，那个虾跟干贝酱汁是错，被金钱蒙蔽了双眼。你们刀的菜就是好吃，金钱的力量，蒸蛋什么东西的，狗都做得出来。这么一说好像有问题，我能不能退票？我要投给这个蒸蛋撤票。真的被圣
比一个风向台湾。你这样连续被退两票，哎，这样我应该会投白菜卤，还有白菜多一多汁，哇，创业料理一票。你应该会投这个和烧肉。你是吃了一颗很上头的，因为它那个红烧肉感觉虽然凉了，但感觉它要热起来应该会很好吃。可以、啊，我能不能又退票？我再投一票吧。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应该会输得很惨。我刚开始吃到你的东西，我就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吃到别人的东西，我没有办法投。大家这样子讲一讲，我觉得这芦笋会给一个。所以你是被洗脑的。这芦笋它把蚝油的味道带着芦笋一起进来，然后很顺，然后再一个，我其实刚才有想给哈比那个意大利面，但是我这一票可能想要投给自己，那我就给。靠杯啊！到底前面讲那么多干嘛？好，那我现在统计了，一人发两张卡，给自己心目中那个一票，投自己的就盖着，放在那个菜下面。从红烧肉开始看好不好？红烧肉九分，芦笋15分，哇，太猛了。然后哈比瑞12分，他目前最赢的是 T 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你的，你的是哪一个？一分啊？哎，没有，这是谁给我的？有可怜票，因为有那个可怜分，所以总共4分。再来是圣皮这一组，哇，18分，差一票。所以我们第一名是圣皮这一组，第二名 T 这一组，圣皮是我跟瑞，第四名是红烧肉9分，所以我们最后一名。对不起，就是这样。做一个人。我刚才出去还撞鬼，撞车。对，只有一个人哦。对对，我们只有我一个。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好了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宣布我们第二届厨艺大赛冠军，圣皮麦克。很多人要谦虚啊。Team 又输给我了。我输了。上次你们都输给老潘的口水鸡。我要跟老潘学厨艺。要学啊！好，垃圾组要出动啊！